游乐园探亲。对，我们现在呢在高雄的左营，今天呢又是快乐的安安的一天。爸，他进站了。这样走着走着，竟然走进了高铁站。我们那个有一间亲子餐厅，好像蛮好玩的。爸爸，你看。我看到什么？那是钓鱼的吗？我们现在在迷路了。找一间餐厅找了半个多小时，找不到亲子餐厅，真的很好笑。我们现在在这里呢，是左营台铁的楼上。结果走一走，发现一间娃娃机店，想得到吗？你怎么变成玩这个？你的手小心，不要被敲到。你要敲大力一点，它才会感应到。这里还有攀岩场哎，因为叫餐厅呢，找了超久。真的，好棒啊！就是这间慢讲超刺激的机甲水站。好，我们就中午吃这个吧。来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那个儿童餐吗？还是你要这个泡泡？还是要这个小汽车套餐？不要再弄，它已经破了。都不要，都不用，那我们回家。你要薯条吗？他想去玩。好啊，你去玩，我就去玩。这个。好。好。我要跟薯条。好。我要卫生纸。哦，你要卫生纸。好。希望要擦嘴巴。老师教你的吗？那我们选完餐点了，好啦，那你先去玩一下，我们沟通一件事哦，我们去玩一下下啊，吃饭的时候就要回来，可以吗？打勾勾，打勾盖一张，我们要打勾勾了哦，所以等一下餐点来要回来吃饭，好吗？这里就是有个小球池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玩具可以玩。跑那么快，这个叫做撞球，你会玩吗？妈妈教你玩撞球好不好？撞球呢是要要用白球去撞，枪去撞它。对，你要用白球去撞。对，不要不要，进了进了，白球也进了。好，你可以撞了。他拿杆子是不是很好笑？好像要架的。想来打？不要不要，这就是一种我想怎么玩，你管我。刚刚来踢足球，我是红队。你输了，刚刚我当守门员。我因为就很像那种肌肉对，肌肉撞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妈自己玩得很开心。耶！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们的平安，好的。好，放桌上。好，谢谢。你的薯条来没？还是我再玩一个这个？自己打进自己的，我得一分。你要打去对方的啦。我得一分。啊，三战两胜。妈妈先欺负小孩。妈妈赢两次了，赢。好嘞。他说他会赢。攻势猛烈。你在笑什么？对，你赢了。好，走，吃薯条。你吃完饭，让你玩这个。我们等一下来玩这个机甲战车，洗完手手再来吃。我先玩，你先下车。吃完饭就可以玩。对呀、啊，好，快去吃饭饭。那你的。还有这个小面包是你的，还有玉米浓汤。对，让你的。很棒很棒。玩完肚子饿了。好可爱哦。
棒很棒。这样算有说话算话吗？有，晚晚马上来吃的。你把这边吃完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玩机甲战车了。哇，好大口。对，我先叫一下，不叫好吃。好玩，你再看看。哎，有一层膜在上面，你要戳下去一点。怎么样？什么高兴的？在玩什么？拔蒜呢？好笑。哇，他吃薯条的方式好独特哦！真的，在跳舞，可爱哟、哦！真的是花样很多，吃完了也好厉害哦！好，我们去玩战车吧。我好像要去吃一个超超的超级蓝蛋糕。好。保护一下眼睛，怕你眼睛被水晶宝宝弹到。一左右转转，左右动动。可以，可以，还蛮帅的啊。太累了啊。